大家好，我是阿波，欢迎大家收看。今天这个天气还是不错的啊，我刚才专业到地里去摘点芥菜，再做点酸菜吃一下啊。干嘛呢？可以面嘛，搁那干吗？一个多月呗。还没熟嘛，没先煸，搁那让它脱脱嘛。对。嗯。哎，我就是对个几下个啦。啊，就是啊，两个人你妈是就是。我也记得到哪？记得到，老七也陪个哥，这八七个老婆。没，也八七个老婆那么记得个，也够个钱花的蛮好个。我也一个人还没随便摸了这个，给么三七老婆，给么动起的个啦。哦，还不给么三七老婆给动起的。哎，那个刚摸不得嘞。哦，给装不严了。哦，一个么不得严。
去了，还想来个呀？这个这个，这个是干鸡啊。把我们这边是吃的。这个都没看到啊。这光是我发给你，这个是。新疆的嘞。两大嘞。再红椒白瓜你讲了好讲。我吗？这样要是要转红椒的。挂头水小心一点。对，又有这挂水挂头水。会呀，然后这个鸡能上来，对。姐。呀呀，多啊。然后我前天，俺把水发布卡花不？俺不，人家就会搞到这个然后天气。对。你这块你都烧不烧不出的。这块都发烧的，不要花卡一起。对，那都是天气的。干什么把鸡冻了？这上头都好甜。不冷啊，好吃的。把鸡不烧，俺拿不着好点。哎，那真重啊。面啊，没错。真当然有酱的。当然有，除了面没嘞。